小七的阴谋是谁呢？我感觉是八八的阴谋，对吧？有可能。那所以是八八杀手。你爸来打开这个的意义干嘛呀？对呀、啊。八八，你把你爸召唤一下。2018，不是，我们有个盒子没打开过，对不对？哪个盒子？哦，你搜到证据的盒子。推赛博科技公司的一个盒子，里边有东西，但先打不开，现在是有密码锁的。然后呢，那个盒子上正好这个被抹掉了，2018，所以应该那个密码是2018。我去把那个盒子拿上来。好好好，小心啊。那你去哪？我不去，我又不是推团。在哪？我去吧。一楼。那算我去吧，你找不到，我来吧。能找到，能找到。我得运动，我得动一动。哥哥，你休息。好，那你去找，在我那个答案。好，再见。好嘞。啥玩意儿？进入电梯后按动此遥控器开关，可前往至六楼。六楼就是传说中的禁地。等一下，底下还有个纸，便签纸。没想到他竟然从建造这栋大楼、创立推赛博科技公司开始，隐藏着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空间。如果不是我无意当中找到了这个遥控开关，我永远都不会发现这栋楼里竟然还有六楼。我一定要揭露他的阴谋。推手他要揭的阴谋是谁呢？我感觉是八八的阴谋，对吧？有可能。那所以是八八杀手。那个安保系统的封禁的位置是只有他办公室是吗？对。那有没有可能他的办公室坏死了，拖到六楼趴人家来？可以啊。对啊，六楼也许有个装置定时给他扔下去，有可能。